我叫苏子莹，我就是你们口中都9012年了还在缺钱的女同学。除了爱赚钱，我还有点病。你有病吧？这是什么奇怪的病啊？这叫异性亲密接触恐惧症。究竟是怎么回事？为什么一碰到他，我就不对劲？先是莫名其妙扇我一巴掌，引起我的注意，现在又投怀送抱。你怎么不去名媛贵妇群开课呢？应城，你是不是有点大病？你该不是怕黑吧？苏子莹，你知道吗？也是我儿时被父母遗弃在暗无天日的小房子里，看到世界的第一束光。谢谢。话说出口吧，你要对我负责。我的心也被弄乱了，要不你收拾一下。叶云成，用色是应当，我苏子莹对你负责。这里的每一幅画都是我亲手描绘的，我和你在一起的点点滴滴。